这一章的话呢，一定你们这次考试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在上的考试第七课第八课就是上 how many 跟 how much， 对不对？那 how many 跟 how much 它在哪里？在标题的地方帮它写上去。how many 一定是加有 s 的，1000%哦。how many 的后面一定是加有 s 的 ，how much 的后面一定是接不可数。那不可数可不可以加 s？不行，对，打叉叉。这标题上面，我在标题打的就是 how many 跟 how much， 写好了吗？好了的话，就从下面例句一题一题看，有错就全错，就不要再问一题几分了。上面有配分，对就全对，错就全错。好，来第一题，我们午餐吃什么？叫做 what do 可以。What can we 也可以，我可以的我都跟你讲，重点是这个字叫 for lunch， 所以 what can we have， 当然 have 可以变哪个字 eat 也对，就是可以的我都会写在上面。 What do we have， what can we eat 都 OK for lunch。 然后三明治好吗，那个好吗有三个答案，第一个是 how about， 第二个是 what about，第三个是 and， 因为我们呢用相同的问题问回去的时候，可是 sandwich 为什么要加 es 知道吗？一个原因，请问你们，我们这么多人吃几个三明治？很多，至少两个，至少两个，所以 sandwich 呢是 ch， 所以 ch 的后面加上 es， 这个不要忘哦。来得及就帮他写答案，来不及就断字撇掉。好，第二题，妈妈不喜欢可乐跟咖啡，那要小心，可乐跟咖啡可不可数？不可数。喜欢只要是可数的，一定是复数。可是如果是不可数的，就很抱歉，就不行。所以不喜欢怎么说 ？Doesn't like， 对，叫做 Mom doesn't like Coke。然后这个 Coke 呢，你可以写小写的 C O K E， 你也可以写 C O L A， 因为现在几乎都通用了，就是那个可口可乐太伟大，你知道吗？Coke， 你如果大写就是那个可口可乐，没有你小写就是泛指所有那种气泡的东西。然后咖啡因为不可数，所以不加 s。它只要那个只要呢，除了 just 之外 ，only 也可以。可是一个人做动作找超人，所以 want 不要忘记。第二个一杯水，记住哦，一杯你可以是 a glass， 其实还有没有也可以。A cup， 对 ，cup 也对，因为我从这里我看不出它杯子的容器是哪一种，所以 a cup of water， a glass of water， 然后跟柠檬，那柠檬也没得数嘛，所以可以用 lemon。然后 lemon 的话呢，你可以 lemon 加 s， 因为如果你没切开全吃是可以数的，你吃好多颗柠檬 ，OK， 可以。好，第三 ，Ella 想要两盒巧克力，请问盒怎么说 ？box 啊，两盒嘞。Two box 不对，因为你复数，对，叫 two boxes。那我一直提醒你，那个的叫做 of， 对不对？所以 Ella 一个人 want 要加 s， 叫 Ella wants two boxes of chocolate， 那就逗号哦。你要逗号 and， 是因为前面是主词 Ella， 动词是 want， 后面是 Coco 是主词 ，want 是动词。所以你连接了两个句子，那句子跟句子当中，你加一个逗号，再加一个连接词 ，and Coco wants one cup， 然后 one 可以一律变成哪个字？对，这个就不用再问了嘿。好，第四题，我们午餐吃什么？因为一模一样嘛，所以我就不再，因为你对就全对，错就全错，所以呢，你第一题错，你第四题就是错的，合理来讲，你不会神奇那么厉害，第一题对，然后第四题错，也不可能。在第六题，我跟 Lisa 记住哦，考试的时候，请问你可不可以写 I and Lisa？ 不行，来写上去，写个二、三、一。什么叫二三一？一定先你，再他，再我，所以我永远放后面，中间的永远是第三人称 he 呀、she 呀、人名啊，随便你。所以一定是先讲你，再讲他，再讲我。所以我跟 Lisa 怎么说 ？Lisa and I， 对不对？然后要叫 want， 那不加 s， 因为 Lisa 跟我两个人团结力量大了，不用超人帮忙了。再一瓶我就没得讲咯，因为他不是讲一罐，一罐就是 a can， 一瓶就是 a bottle。然后苹果葡萄汁呢叫 grape juice，grape 也不加 s， 因为两个名字放一起的时候前面那个用单数。And a cup 一样 ，cup 可以变 glass。哦、oh, ，
lemon tea。所以这一题的重点就是我跟 Lisa， 记得是 Lisa and I。Lisa 跟你记得是 you and Lisa， 就是顺序不要忘记。好，再来下面选择题，我就一题讲喽。来，第一题有 five， 可不可数？可数，所以没有加 s 的都删，都删。OK，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讲五杯的，一定要哪个字？偶数，所以第一题答案选 C。再来第二题的 purple cap is nice， 这个紫色的帽子很棒哦。然后我讲一句什么 ？Let me see， 我看看 ，How much？ 就是问什么？多少钱？对，第三 ，I don't have so much money， 好吗？那句话的话，我身上没有太多钱 ，I've only four。好，先问你 dollar 可不可数？可以，所以没加 s 的都划掉吧。没加 s 的，这个没有 s 的打叉叉，这个没有 s 的打叉叉。可是，可不可以两个都加 s？ 也不行，所以这个再打叉叉。所以答案选猪。再来第四题，什么什么 how 什么 she a lot， 他说很多哎、欸，很多哎、欸，然后呢，重点是这个字有没有加 s？ 有，所以找哪一个？啊？哎，对，因为 many 才可以加有 s 的嘛，所以他在家养了多少只宠物啊？很多，因为他非常喜欢。再来第五题 ，Mr. Mrs. John have two cars， 还有两台车。那这题呢要小心，是两个东西哦，一个叫做 what， 剩下的那个叫做 the other， 非常好，所以这题答案选 B。好，再来第六题 ，My brother can't go to the basketball game with you， 他不可以跟你去参加篮球比赛喽。He has， 这个叫必须，帮他写个中文上去哦，必须叫 have to， 可是因为一个人，所以叫 has。To do， 所以答案选 B。再来第七题 ，What do you want？ 刚刚写到翻译题，答案是 C， 很好 ，for lunch， for dinner， for breakfast。再来第八题 ，What 什么东西 ？Your sister， 好，把 your sister 圈起来，这么多人吗？还是一个人？一个人，做动作，搞超人，可是可不可以选 E 四？这个四十二号最喜欢写。你知道句子绝对不能犯什么错？双 V， want 是动词了，对不对？前面可不可以有司机？不行，所以我先把它擦擦。不可能意思吗？第二个 your sister， 因为一个人，所以你没有超人帮忙的，再打擦擦。好，那就剩下 C 跟猪喽。可是这个 she 又一个人，一个人做动作，打超人，没有 S 的，再打擦擦。所以这题答案选猪，好不好？再来第九题，其实答案在这啊，一个人做动作嘛。So Jenny speaks good English， 他会说很棒的英文哦。但是，好，但是那就 but 啦。所以一个正，一个就是负。那负的用什么？ Doesn't， 所以选 C， 非常棒。再来第十题 ，Do Lisa and Ella 什么什么 computer games after school every day？ 那个 computer games 用哪个动词啊？ Play 嘛，对，所以这个 use 的都不能写。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我说他们放学之后，他们都在打电动吗？说没有呢，他们是看电视，看电视的看用 watch， 所以 look 也不行，所以这题答案选 C。再来十一题 ，I want coke， 来杯可乐呗。然后再讲回句，有个 can's， 好，刚刚有讲有 S 的前面一定是什么 ？How many？ 所以答案选 B。再来第十二题 ，What are you drinking？ 在喝啥呀？喝啥呀？来 ，A 叫做一杯 ，B 叫做一片 ，C 叫做一片 ，C 猪叫做，知道吗？这个吐司才会用的，一条，没错。那如果两条嘞？这个我顺便复习一下，上次一堆人错，字尾如果是 F 的怎么办？ Yes. 对，要加上 BS 哦。所以如果两条吐司，记得是 F， 去掉 F 加上 BS。来第十三题 ，Lindsay 什么什么 time？ 好来，这是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去参观这个博物馆，我的第一次。那句数呢？前面一定要有冠词，冠词呢，要么就是 the， 要么就是 a， 对，要么就是所有的，所以没有的都不行。可是这句的意思是我的第一次，对不对？所以这题答案选猪比较好。好的，第十四题 ，How much？
你知道哪一个一定可以先删吗？ A 跟 B 可以删哦。嗯， A 跟 B 吗？ A 为什么不行？好，你最对 A 跟 B， 因为人平常几个，有没有加 S？ 没有，所以不可能删。可是句子呢，如果没有动词也不对，所以 B 的确也可以先删。第二个，人平常只有一个，我找兔兔北北吗？不是嘛，对不对？所以答案选 C。这句的意思就是这个披萨值多少钱，要花多少钱。好，再来第十五题，选这个字 R。所以哪一个先删 ？A， 因为没加 S。B 嘞？删。C 嘞？删，对不对？因为他是问说那个桌上有多少罐的咖啡啦，所以十五题选猪。好，再来十六题。Do you have any black coffee？ 有没有黑咖啡给我一杯啊 ？Yes, I have。因为 any 嘛 ，any 请帮我写一下哈，来这里帮我写个问号跟叉叉，记得哈、哦，否定跟疑问用 any， 可是有一个状况一定要用 some， 还记得吗？什么时候可以用 some？ 邀请 ，Do you want some coffee？ Would you like some tea？ 那个 some 是邀请，那 yes I have。的时候，你有没有任何的黑咖啡？是啊，我有一些，对，因为肯定嘛，所以答案选 A。再来十七题 ，How many boxes of？ 猜猜看，盒子的，对，就巧克力啦。再来第十八题 ，Bob drinks milk。你知道这个吗？我一看就哪一个可以，哪两个可以先删，你知道吗 ？A 跟 B， 因为它没有什么。OFF， 对，没有 OFF 的都不行啊，你要有单位一定要 OFF。再来呢 ，TO， 好好笑哦，你的 BUTTON 没加什么 ？S， 所以它也不行，所以答案选 C。再来十九题 ，Can I have a 什么什么 water？ 就是水的单位是 glass， 没错。再来二十题 ，Chicken 有没有加 S？ 没有，所以可不可以写 How many？ 不行，因为 many 一定要 S， 对不对？再来，因为是问我们需要多少的鸡肉，所以选。A， OK 咯，再来第二题，二十一题，来把 tomato 的 ES 圈起来，看到 ES 应该知道答案选什么了吧？ B， 非常好。再来二十二题， How much rice do you want？ I want。你觉得米的单位你会用哪一个？袋啊，那有袋的 ，A 错了，把它写上去，对，没有 of。B 可不可以？会很好笑哦。你如果真的这样写哦，要这样子写来，帮他写上去，这叫 two rices。可它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两颗饭粒，对，两颗饭粒，你脸上两颗饭粒。可是我不会这样讲，我会讲饭粒的是就是 one grain of 一颗，那个叫 grain， grain。所以猪不可能，因为它没单位，所以答案选 C。再来二十三题，先找找看哈、哦，这句话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动词？有哎、欸，哪个字是动词？cost 是动词哦，所以呢，句子绝对不能犯双 be 的错，所以不管怎样 ，be 动词都不能有了，因为句子没有双 be， 对不对？那再来，因为它是原形动词，所以你要先判断一件事情 ，the fish and the chicken 几样东西啦，两样了，两样要不要找超人？两个人团结力量，那还要超人吗？不用哦，所以答案选 B。好，再来二十四题 ，how。Chosen bonus 有 ES， 有 ES 的，对，要选 A， 要看 ES 啦，不是看第一个字哦，要全部哦。在第二十五题 ，We don't have， don't 是否定，所以用的是 any， 肯定的是 some， 所以答案选九。Yes some， yes some， some some some， no any， no any， any any any， question 用的也是 any。好，在二十六题 ，time for chocolate bunny， 就是要去找那个巧克力蛋。There's one bunny， 每一个小孩都有一颗。对，很好，用的是 four。再来二十七题 ，doesn't he play basketball？ He's too short， 他太矮了，这是原因，这好伤人哦。所以答案选 why， 为什么？都是嘞。在二十八题 ，I don't have so much money， 我没有太多的钱。I only have 这个刚刚考过400块，叫做 $400， 所以选猪。不会两个都加 S 哦，记得哦，名词不会两个都 S， 一定放最后一个。再来 look， she's putting the other piece of bread，
on top， 对，但是最上面嘛，顶端嘛。在30题 ，How many balls are there in your mouth？ Let me， 就像我说走吧，你怎么说 ？Let's go。所以 let 后面要接的是原形，所以答案选 B。OK 啦，再来30题 ，Is John good at English？ 他英文很厉害吗 ？No， his English is not good enough。对，记得形容词要放在他的后面。所以呢，张贵他虽然不够好，但是他还是仍然在努力学习当中。所以加油，过一个暑假，希望你可以变得不一样。在32题 ，How much cheese？ 因为他没加 s 了，你需要多少的 cheese 啊 ？There are only three。你知道外国的 cheese 是一条吗？它是一条，然后给你去切的，所以有 three 了。我讲出答案怎么办呢？猜猜看，不没有很多，所以有没有到一条？没有了，所以只剩切片哦，所以到 three slices， 切片叫 slices。好，大家 ，Are you hungry？ 不是，同意，记得 hungry 是形容词，所有形容词前面就像 Are you happy？ Are you thirsty？ Are you hungry？ 这个一定是形容词。There are some， there are 哦，所以你有 are 的关系哦 ，are 的后面一定要找有 s 的，对不对？所以 a 可不可以？不行，它没 s。b 可不可以？没有 s， popcorn 可不可以？没有 s， 所以其实因为 r 的关系，所以答案就只剩下 true。再来第34题，一个人做动作，小超人其实是那个字啊，你把它杜绝起来，后面是 do， 前面就不会是 is， 哎，我转换，所以不可能是 is， 因为前面是 is， 后面是 I am， is 搭配的是 am， 所以答案选 c， 对，一个人做动作小超人，他呢有一台新电脑，我也有，哇，真好。在35题 ，grab juice， 你知道 grab juice 可数不可数？我故意出是出 A 啦，因为你们超爱写这个字，有没有 there has 这种东西？没有啦，所以答案选 C 还是猪 ？C， 不要被骗，我还写 C， 你还真的选 C 哦 ，couple tricks 哎 ，C 还是猪？对呀、啊，我的又不一定对，我还真的写，真的傻傻的写，这题要肯定句啦，所以要上。好啦，那我先到这边，我等一下下节再去，不要还给他哦，不要还给他。我先。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直接到第36题，快结束了，好不好？来36题 ，Mom， I'm hungry， 我肚子饿了 ，Can I have？ 第一个为什么错？面包不可数，对，没有可以。第二个 ，B 为什么错 ？Many 后面一定要加什么 ？S。可是因为 lettuce 呢，你基本上平常我们不会是吃整颗啊，所以第一个它不会是 many。第三个 some 不可以？可以。可是猪为什么错？对呀、啊，因为两个嘛，所以要加上 ES。所以呢，答案选 C。吃的大部分都不可数，那上皆可数，也可以皆不可数。在第37题 ，Do you have 什么什么 homework？ 好，把它全问号。问号用什么？跟刚刚我回上页哦。刚刚有人被我骗，35题被我骗了吗？不是哦，你要看一下这个问号用的一定是什么 ？Any， 所以 B 就删了。然后 Yes 一定用什么 ？Some， 没错吧？那这里刚好，所以答案选 A。再来第38题的话呢，第一个先帮我把这个 ES 圈起来，看到有 ES 的，请问你找 how many 还是 how much？ 好，所以 B 猪都划掉 ，B 猪也没办法，一定要找有 ES 的话是 how many？ 所以 how many boxes of chocolate？ 然后嘞，可是你的 box 又复数，所以不可能是已知，所以已知再删掉，所以这是答案选 C。在39题 ，I don't like tea or coffee， 我既不喜欢茶叶，不喜欢咖啡。Can I have some？ 想一个问题哦，我们不喜欢茶呀，所以有茶的都不行啊。我也不喜欢咖啡啊，啊，结果你不喜欢喝的，你用吃的，你用吸的吗？面嘛，你不可能用 drink 嘛，对不对？所以这题不可能啊，所以猪少了 s 嘛，所以答案选 C。在40题 ，How much money？In your pocket， 先问你 money 可不可数？不可数的是，不可数的是 is 还是 are？ Is， 所以这题答案选 B 哦。OK 啊 ，is there， there is， 所以这题答案选 B。我换颜色喽。
好，再来自习一题，我换个颜色。OK 哈，来 ，Do you like chocolate？ 喜欢巧克力吗 ？Yes, I eat。巧克力的单位是 box， 好，所以 B 错了，没加 yes， 对不对？那 C 错了，没有，这个我的考试都一直提醒你了哈。那 A 错了 ，chocolate 我平常是不可数的，所以答案选猪。我甚至一天可以吃三盒的巧克力。好，在四十二题讲到烂哦 ，many 后面你要找有什么 ？S 的，好死不死，四个都有。第二个呢是 orange juice， 怎么办？单位是，想一下，柳橙汁应该是一瓶嘛，对，所以答案选 B。再来四十三题 ，do they only need a large 什么什么 water？ 那用 water， 你觉得它的单位是 bottle， 对，所以答案选。B， OK 咯，这题答案选 B。来四十四题 ，My brother has many baseball cards， 我哥好多棒球卡 ，but I don't have， you don't， 所以答案选 C， 否定嘛，所以 any。来四十五题 ，We don't have 什么什么 ，blah， 重点是 don't， 否定，所以用的是，不可能是 B， 不可能是 C， 对不对？第二个 ，but we have。some， 所以答案选猪。好，这个上面有配分，就到上面扣。再来下面给答案，快速再看过一遍。如果你刚刚是没有听清楚的，再看一次答案在上面，看到吗？啊 ，C 到四五是因为我这边格子加不进去，所以我用不同的颜色，这样应该够清楚吧？好了，就往下喽。再来刻漏字的话 ，OK 啊，来第一题 is Sunday， 今天是礼拜日。老爸讲了一句什么话 ？As 123 River Street is very busy。意思哦，重点是意思哦。This morning， 所以答案选 B 很好 ，B 选 B。Everyone， 因为 everyone 才可以用意思 ，OK 吗？再来 ，Mr. and Mrs. White are 什么什么？那因为你有 are 后面一定加 ing， 对不对？他们正在对他们的客厅做什么事？你觉得是？painting， 对，帮他们粉刷。在 Patty is reading a newspaper in her room. George is playing the 有 the 的是什么？对，因为乐器才可以加 the 嘛，而且乐器要加 the 嘛，所以这里选主。再来，Miss Lee is talking to her friend on 你们的每天晚上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讲电话嘛，所以选 B 嘛。最后一个 ，I'm listening to William on me. I'm making some sandwich. 所以选 C。好，答案我再念一次 ：B 猪猪 ，B C。上面一分，一题分，不要问。再来，下面一题是作答，我上面有求，一两分，对就全对，错就全错。不过你要看得懂题目，因为像第一题，我就跟你说，请用简述句。你知道什么叫简述吗？对，缩写，也就是你的乘客全部都不一样，放嘟嘟北北的嘟，放放的超人的那个里面，所以 my brother 跟 I play， 对不对？所以重复的不要再用了，重复的有哪个字 ？play table tennis， table tennis 就是乒乓球，桌球，所以这三个字可以有哪个字来代替 ？I do 嘛，对，嘟嘟北北的肚子很好用，所以第一句照抄。你通常都是第一句照抄，然后第二句重复的找助动词，所以 I do， 可以吗？再来第二题一样是简述句，所以呢，通常一样是第一句照抄，然后重复的我就不要了，所以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全部不要，可是要用一个字代替，这个字用哪个字代替？动词，对，要是肯定 ，OK 吗？再来第三题 ，I have $850， 我身上有850块。你怎么问调味讲我有850块？应该中文怎么说？你有多少钱，对不对？多少钱叫做 how much？ 然后嘞 ，do you have？ 当然 money 可以写啦，可是 how much 就是多少钱啦、啊，所以我们的 money 习惯省略掉。所以 how much do you have？ 或者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在第四题 ，Does Peter drink grape juice in the morning every day？ 请你肯定，可是要简答，简答要用代名词 ，Peter 不会写成 she 吧？
我昨天还是前天哦，昨天在代课，你知道吗？他竟然跟我说 Eric， 他写 she， 我是傻眼。好啦，所以答案是肯定叫做 yes， 然后嘞 he does， 对，简答要代名词，然后 does would 就用 does 简答。好，这样答案颜色看得到哦，我已经用不同颜色尽量了。好啦，在下面第五题，请你依划线部分造原文句，所以第一个。什么字搬到前面去 ？Do you， 然后后面全部抄吗？平常合理来讲，应该全部抄了。不过因为还好，这题因为是疑问句，所以的确它全部抄吗？这就是疑问句啊！问你，请问是 Do you want some water 还是 Do you want any water？ 为什么是 some？ 邀请。对，这个字不要忘记哦，用尽很诚恳的邀请，拜托不要拒绝我，用玻璃心。你跟我说 no， 我会非常难过。我就很诚恳邀请你了，结果你跟我说 no， 我的玻璃心就碎满地，不要。在第六题 ，Does Nora's mom drink tea？ 请问 Nora 的妈妈平常会喝茶吗？请你肯定简答之后再想答，那就是现成的简答要用代名词，所以第一个叫 yes， she does。第二个要想答，所以要把 drink tea 完完全全写上去之外，因为 she 一个人。做动作，找超人，这样 OK 哈。再来第七题 ，I have four brothers， 我总共有四个兄弟。怎么问才会讲我有四个兄弟？哎，我有帮你们画 four 吗？那你们会问吗？会哈、哦，对啦。How many brothers do you have？ 而且这题也合理来知道这样问啦，因为我说我有四个兄弟嘛，所以一定说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对不起，只有兄弟而已。再来第八题，我有发现吗？没有，可是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吧？两个答案帮他写哦。第一个，他两个其中一个都可以，因为考试我不确定是考哪一个，我忘记了，因为我出道已经错乱。第一个，如果我画的是 three， 请你写的是这个答案，讲 how many tomatoes does he want？ 可是第二个，如果我考试是画这样，我全部这里画，那答案就不一样了，答案叫 what。然后嘞 ，does he want？ 对，所以它只有前面不一样而已。你要看画什么。所以如果是 three， 就是问我有多少个的时候，就是 how many tomatoes。如果是连番茄的话，那就是问他要什么，那就是 what does he want？ OK 吗？两个都对，因为是我的错，我没有画线，所以 what does he want 或是 how many tomatoes does he want 都对。好，在第九题，这个要照完整句子，就句子顺序叫主、动、受力时，所以主词 my sister， 动词 has， 受格 three Mr. X， 就复活节那个彩蛋嘛，那叫 Easter Bunny， 就 Bunny Chocolate 就是这个啦。在第十题，小溪，我句子里面有没有司机？没有，所以我不可能用 is 开头，不行，对不对？那这个 S 是谁？的是超人，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字就是的是超人了。可是因为要你用否定，所以你的否定就变成 doesn't want， 因为助动接原动。那记得哦，这个也是考试的陷阱。上要变成什么 ？Any， 不要忘记，因为 no 嘛 ，no 哦。好，再来十一题 ，How much popcorn do we need for the party？ 请你加入 bag， 其实加入 bag 就改两个字而已。第一个 much 变成。Many， 第二个 many 后面一定 bag 要加什么 ？S， 对，所以就 how many bags， 可是要加个 o， 然后后面全部抄，没什么要改的，只是 many 后面一定要找单位再加 of。好，第十二题我已经出现了，来 she likes two， 因为是 two， 所以叫 how many， 第一个在这里叫 how many pieces of pizza does Sally like？ 可是这题帮他抄一下，如果我考试画的是 two pieces of pizza， 那怎么办？我画 two pieces of， 我这次不是画那个 pizza， 我 pizza 没画到哦。这题答案变成 how much， 还有一个字 pizza， 为什么？因为 pizza 没画到线，对不对？所以这题就会变成 how much pizza does Sally like？ 这题帮他抄，右下角应该还有一点点位置。不然就上面的第一题有边有空位，因为这两题呢是考画线不一样，答案就不一样。仔细看这两题的差别哦。我的第十二题第一
个，你的考卷上放的是 two， 所以我是 how many， 对不对？那因为 pieces of pizza 没画到嘛，所以当然就要抄上去啦，在这里，没错吧？可是第二个，我这一次画的已经不是只有 two， 我画的是 two pieces of， 我是两片，所以表示我是问你要多少的东西，所以这就变 how much， 这个时候变 much 是变非常没加 s。这样 OK 吗？这两题很小心，要很小心的写哦。好了吗？抄好了吗？好，再来十三题。十三题是我刚刚讲的啦，可是因为我连茶都画掉了，所以答案用哪个字？我连茶都没有了，所以你要问的是 how many, how much 还是 what？ 我连茶都没有了。对，就是问东西了，叫 What does May buy every day？ 他每天都买什么？他每天都买三瓶的茶。再来第十四题 ，The need three glasses of apple juice。好，看清楚哦，我的 apple juice 有没有画到线？没有，所以这题用的应该是 How many, how much 还是 What？ 好，你就看他画线的，没画到的有没有加 s？ 他有画到，他有加 s 吗？没有，所以是 How much apple juice？ 没错。How much apple juice？ 因为这一个是因为我全部的东西都不见了，所以当然就是 what， 因为问东西。可是这题是问多少的苹果汁？好，再来十五题，请你用 how many 造完整的问句，所以叫 how 哪里 many oranges？ 再来 does Eric need？ 对，他需要多少的橘子柳丁？其实是柳丁啦，橘子叫 tangerine。好，在十六题，请你用 many， 叫 how many birds does Jack see in the zoo？ 他动物园里面看到几只鸟？不要想歪，每次只要讲到这个，就被偷笑，你知道吗？奇怪了，你的脑袋到底都装什么东西啊？所以记得、哦、many 后面要加 s 哦。然后我的照片就明明就真的就是真的鸟啊，你一定要想歪，我也没办法。你看，有人这边笑得很猥亵。好啦。再来第十七题，第十七题呢，造完整的句子就是主动说第十，把握这个原则就好。所以呢，就 my drinks two glasses of water every day。再来十八题，看哦，我要求你用 how much 的原因其实是哪个字 ？bread， 对，是 how much bread does Cindy have？ 再来十九题，记得哦，没有 there have， 只有 there is， there are， there was， there were， there will be。只有 there is, there are, there was, there were, there will be。因为接下来会学到的是未来式，现在式是 there is， 过去式是 there was， 未来式是 there will be。所以整个句子里面是复数，所以 there are 40 students。你们不会现在 40 还是拼 f o u r t y 吧？不要哦，不要哦，不要哦，记得哦，四十是 f o r t y， 十四是 f o u r t e n。那记得，因为在班上嘛，所以用的是 e。我们讲班上哦，你不能 up， 因为不是每个都是蜘蛛人，连在天花板上面没有，它是 in class， 所以我们有三个东西 ：in class、in the class 跟 in the classroom， 还记得吗？上课中怎么说 ？in class， 在班上 ；in the class， 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 对，三个不一样。在二十题，院教要求你加入 bottle， 那 bottle 因为可以数，所以我转换回来，大家意思。记得哦，平常 milk 是不可数啦，可是因为既然它已经有 bottle 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数，可以数就要变成 how many， 而且 bottle 要加 s， 啊，记得加问号。好，等我一下，我先按暂停，我先按暂停，我再慢慢抄。